好，现在玩的是东方年代记，上次我拿完了慧英的称号，然后接下来我觉得我应该要去拍照了，我去找阿文文加入，然后拍照去啊，拍照拍照。先加莲子，太重要了。加我文，哦，就先这样。嗯，哦，可以，我有去找社长讲过话了。之前不知道哪一次的时候忘记了，反正有讲过话，然后拍了三张了吧，好像。然后看我要怎么拍嘞。要怎么拍比较好？啊，从前面拍过去好了。细间之里高地的话，就有这里嘛。没有啊。文文有在队伍里面啊，那怎么没有？是这里吗？细间之里，哦，花花也要，哦，麻烦哦，居然连花花也要，花花嘞，呀，全走花，哦，这样应该有了吧？是没有。哎呦呦呦呦，花花也要加，好的，这么麻烦。拜。文文大人，你该不会真的想拍这里吧？为什么不呢？这是公认的细间之里最出色的风景之地吧？拍摄细间之里的照片没问题吧？没问题吧？那有什么将幻想象的面纱公之于众，这不就是军的创世计划的核心吗？这里可是普通人都不可能领略到的圣地，拍一张足够让世人惊叹的吧，也算是我们留个最后的纪念。以后到了幻想象可就不一定再有这种再有这风情了是吧？嗯，于是照相要风景写真。哦，这张照片请多冲出来几张，我很想珍藏呢，一定会的啦。好的，这样第四个搞定，高地还有13张。哦，白玉楼剑道馆，嘿，花花也会分配减速，全部都疲劳啊，烦。白玉楼是第一个。白玉楼建造。
边。回程路口。喂，为什么你在这里？值得纪念的东西我要收拾好，再不能弄丢什么了。诶，我和天子从小一起玩的那颗球，那颗弹球好像找不到了。诶，奇怪，这里有没有啊？没看到有，所以只是对话。好吧，弹球像找不到了，你可以了吧？吧，也是对话。鬼城路口，鬼在这边。这里到底还是我们的地盘呢？这样专属于我们鬼的地方，即便是在幻想乡也没有呢。想要的话，凭我们的力气，就算把这整座遗迹搬回幻想乡也是做到的哦。这样肯定给八云子徒增额外的负担吧，这次就暂且放过他就是了。更何况，虽然幻想乡中没有我们鬼族的专属之地，我们依然可以喝酒作乐，依然可以参加各种宴会耍个痛快，因为整个幻想乡都是我们的家。正是如此。哦，振兴鬼族的时刻才刚刚要到来，等我们怪力乱神凑齐啊，怪力乱神，我们也来个鬼族四天王齐聚一堂，肯定比什么森罗四神将拉风多了。好主意，有志气，若冲你就理想，来干了这杯。想喝酒就抱着坛子喝，好，无醉无归。哦，别喝多了耽误返乡的车啊。你在担心哪出？鬼城路口耶，我走到第一层哦，超远。是有别的路可以进来吗？好啊，往回走。就当是来练莲子的什么个黄瓜炮。黄瓜炮。黄瓜炮好像是要打中一下才有机会出那个 buff。所以第二下才有加强，都一下秒了没感觉。有陷阱，等我看我撑到多少，25。喂，路口，摔下去会比较快。啊，摔下去啊！还想说摔下去会比较快，在这里。鬼影之城可，这可是一直作为直江金镇勇者大赛的隐藏遗迹。虽然距离遥远，不过作为古代的遗物，这个地方还是很值得旅游的吧？如果没有那么多魔兽的话。作为次元的入口，作为鬼族曾经的栖居地，这里确实发生了不少的事情呢。先拍一张再说。拜。风景写真，不知道我们的报道能不能促进直江金镇的旅游业啊？这里有一张鬼城入口，但是还有11张。这里可不可以直接回去啊？超远的不行，啊，等还要爬上去哦。好吧，慢慢爬。这里没有做传送之类的。
拍个照要跑这么远。还好不用过那个机关，啊，算是不幸中的大幸。那个坑爹的机关，喂，上来了，哦，然后还要走过路，走。往陷阱上面踩，这走应该没错吧？哦 ，OK。哦，机关不用跑，机关里面的东西我都没有拿。哦，回去了，下一个是，好，这边也要走。地灵温泉旅馆，可以把八可以盖掉啊，算了，留着。这不是这个，地灵温泉馆，温泉旅馆。喂，这里，嗨，果然还是温泉旅馆最惬意呢。要说木桶镇最值得光临的圣地，不管多少次我都要首推这里的。虽然已经给这里写过很多次报道了，不过果然再推荐一次也没得差吧。不太清楚我们回到幻想乡之后，决打算怎么处理这个旅馆。希望能后继有人来照料这里，让大家继续能泡上舒服的温泉就最好了。还来照一张阳光明媚的风景，茄子，风景写真。我很期待有朝一日在这里照一次花花的泳装写真。饶了我吧。地理温泉旅馆，这样还有十张。然后大都市比较近，我先过去大都市好了。大都市近，这会在哪里照啊？观景台哦，这边吗？这个观景台，诶，没有啊。哦，有、嗯、看得到木桶镇，站在云台上，这个好像看过了吧，没有，应该没有新的、啊。风景很棒呢。对，诶，虽然这么说可能有点失礼，不过我真的觉得大都市对我们的唯一贡献就是开辟了这么好的一片观景台。我看整个木桶镇区域的地带确实不多，诶，满眼的绿色风景秀丽，确实是风景。哦，风景照拍摄的好地方。好，我们我可不是只会拍人的，风景照也能弄得很精致。看我的，哦，风景照，俯瞰大地，总想亮开嗓子大吼几声呢。哎呀，我倒是想，要是站在高处的话，整个总想直接跳下去的冲动。你的翅膀没有了，别想不开啊！我会飞的，你会飞吗？我忘了。不过不要在普通人面前飞，会引起骚动的。
哈哈，那样我就自己成新闻了，那可不行。要不这样，我去找个眼镜戴戴，戴上眼镜就是新闻记者。你可是超人吗？摘下眼镜就是翱翔天空的超人，怎么样？我们大人就不要在这种时候还搞怪啊。不要搞怪啊。喂，这次我到底有没有看过啊？到应该是有看过，应该。哦，去了，回去了。哎，大都市观景台，然后还差九张。哦，护毛导衣机。这是一个非常烦的跑腿任务。哎呀，没有个 boss 让我试试看黄光炮威力怎么样啊？小怪一下就死了。应该是之前我来过的时候，我们站的那个地方。哎，不是哎，这里哦。好吧，又到了这里来了呢。雷姆利亚遗迹，这也算是木桶镇周围的大型遗迹呢。不过，真的会有人来这里这边旅游吗？现在航行过来还不是那么便利，以后说不定会开发旅游资源的。虽然我们不一定看得到那个时候了，不过这样对未开荒的这里进行拍摄才更有意义吧。来照一张吧，这可是离我们最近的遗迹。哦，风景写真。哦，神秘的海底遗迹下隐藏的到底是怎样的秘密呢？拍完的肯定没有了吧？没有。哦，护毛岛遗迹。还有八张。斗神都市入口，斗神都市入口。转我还没跟他讲话，希望不会GG。好，一楼。转。喂，这里哦，嗨。斗神都市曾经在战火中依然保持中立的城市，虽然地下武藏也是残酷的历练，不过也算得上是这里的文化产物吧。虽然妖怪山上的神明作为石像放在这里有些感觉微妙，不过他们在这里的信仰肯定比幻想乡强得多吧。留个纪念好了，希望他们记得我的好。拍照。哦，风景写真。这可是和平的纪念照，希望这座城市以后也能和平无限吧。咦，这个我还是没有看哦。咦，要不要现在看一下？好，看一下。这我到底有没有看过啊？应该是没有啊，不然到时候会忘记了。请寻觅旧梦的轮回，一同前往，如此方能固执往昔的记忆。看，这是什么啊？咦，这有没有看过啊？
喂，我知武斗之魂啊，看过了，快转，居然，这是美玲的门版的啊，快转了，喂，居然让你赢了，真不科学。不要看了，毒打，突然觉得好久、哦，奇怪，快转也这么久。哦，这个我看过，完全没印象。哦，去白墙微城，喂，斗神都市入口拍完了，还差七张。白墙微城公馆庭院。公公公馆庭院，这里啊，开白蔷薇的庭院，这里和木桶镇的镇长家实在没法比啊。哦，周房子大人的石像果然还是比较可爱，这算是亮点吧。啊，领主馆什么的和镇长家还是不太一样的。这也算有地位的人建立起来的私宅，姑且还是先拍一张吧。拍，风景写真。周房子大人的可爱形象会给我们增添不少喜闻乐见的读者吧？喜闻乐见的读者嘞。哦，白蔷薇公馆庭院，差六张。哦，黑蔷薇也有。黑蔷薇城领主庭院，喂，马车嘞，这里。黑蔷薇，啊，萝莉控读者，为什么是萝莉控读者？为什么？萝莉控读者，哦，这里，嗨。神奈子大人很喜欢排场呢，漆黑的建筑会有一种庄严感耶。这个半老徐娘的圆规站姿做成了石像，真的值得拍摄吗？我倒是觉得如果把机器人的石像放在这里比较有特色。哦，不过不管怎么说，先来一张吧，也算是地区特色。哦，风景写真。我问大人，你好像故意调整角度，没有把石像拍进去。我只是在拍摄建筑而已嘛，石像没拍到。哦，黑蔷薇领主庭院，我还差五张。学院都市教学楼。哦，这是一个超级麻烦的跑腿任务，到处拍照。哎，拍！哎，我要去马车。跑！地下三楼。第三楼啊，转。学员都市教学楼，哦，这次没有走错边了。教学楼中间，哦，这里有，嗨，学员都市，在永林大人解除天文秘藏法之前，一直是个不被世界知晓的地方呢。宛若世外桃源一般隐蔽的学院，这该是多少学生憧憬向往的好地方啊！虽然我非常想来张远景把整个学院拍下来，不过果然还是挑个有代表性的比较好。教学楼的风采，挂钟响起时的朗朗书声，不知道有没有哪个盗贼对那个大挂钟感兴趣呢？这是挂钟吗？先来拍一张，好了。那个钟完全不会动啊，风景写真，嗯。偌大的校园总感觉会有很多事发生了，不过我们看不到那个时候了。
要是有人写点关于校园的连载专题，我绝对会给社长推荐过去的哦。不过王力大概要改成私立，别坑了就好，是吧？喂，那钟不会动啊？学员都市教学楼，我差四张，最后一个居然是纳巴卡之监狱门口。学员都市湖泊，那是旧校区啊。湖泊，喂，不是旧校区哦。好吧，是图书馆那边。喂，不是这边。湖泊。湖泊，这里啊，还知道在哪里拍这个湖这么大一个，中间吗？哇，应该在中间，喂，这里。学校里都有这么大一片湖水，真不错啊！既有教学的才气，又有自然的洒脱，厉害的学校就是不一样。这个湖不知道有没有名字呢，也算是学校的特色风景区吧。你不介意这湖没有名字的话，可以叫这里未名湖，又是未名湖啊？是吗？不管怎么说，先照一张吧。遗憾的，没有在按快门的瞬间在镜头里捕捉到传说中的水怪的身影，根本没有那种东西吧。我倒是很期待拍摄到未名四神将在这里扫地的身影。诶，为什么四神将乱说话会遭天谴的？喂，学院都市湖泊差三张，枫林渡口的海边，枫林渡口很大一个。超大一个的，后面没办法回去，回不去啊！侧边也不行，一定要正面。哦，枫林渡口。喂，不是这里，不好意思，是这里吗？波雅菲尔丁，海边啊，这里而已哦。拍。我要怎么去纳巴卡兹监狱？海风吹在脸上好舒服，还有咸咸的味道呢。被海洋环抱的渡口，这里的风景很值得拍摄吧？值得拍摄。哦，足够让那些久居内陆的人们眼前一亮了。而且比起机械遍地的波雅菲尔丁，当然是这边的渡口风景更好一些的。来，抓拍一张。哦，风景写真。哦，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回响。也是黄昏的沙滩，有着脚印两对半。喂，太投入了。脚印两对半。要怎么去纳巴卡兹监狱啊？该不会那船不见了？我去看看。纳巴卡兹监狱，我先把它记一下，剩两张。纳巴卡兹监狱哦，要怎么过去啊？这边有传送点之类的吗？不然要怎么过？喂，安安。哟，船长，你居然在这里啊！没和你那些自由佣兵的同伴在一起吗？暂且没有，现在的任务只是修缮船只，所以就在这边了。话说这艘船，记得去往纳巴卡兹的时候，完全被幽灵船在海上毁了吧？所以现在经过修理改造，重新出发的第二艘船，名为圣灵丸 Next， 王哥，不过不是为了扬帆远航，只是作为我们曾经努力过的象征。作为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景观，停靠在这里的吧。
纪念意义吗？我还以为是在传话在地图上无法消去，所以才会编造这样的理由呢。别说的那么露骨。那么换个我感兴趣的话题吧。水蜜，我有个问题想问你。这个山洞的名字是海贼藏宝地，真的海贼藏宝地吧？那为什么我在山洞里一点宝物的影子都没看到呢？是海贼们带走了吗？这一点痕迹都没有，也太可疑了。还是说这种叫法本来就是不切合实际的噱头？你以前是波亚菲尔丁人，也当过海贼，应该知道怎么回事吧？海贼宝藏的传闻是真的，至少我亲眼见到过那些海贼把掠夺来的宝藏藏在这个山洞里。也就是说，你想要的宝物现在拿不出来就是了。为什么拿不出来？你看到那边那块巨石了？实际上那后面有专门前往地下的楼梯，地下就是专门堆积宝物的仓库。关于这个字我没有记到，好像没有。广袤，好吧，广袤仓库。那枚巨石本来就是做机关挡路的，是海贼们专门为了守护宝藏弄出来的机关。帽，有，我找到了。广袤，哎呀，移到我的照片那里，在哪里去了？老师，我移动一下，我又找不到了。有，找到。其坚固程度，连枪炮都难以损毁。不过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这个机关似乎因为年头太久坏掉了，这样把石头炸飞就好了。于是连海贼们自己都无法再进入地下空间，取回埋在那里的财宝。当时海贼头子都快疯了，使用了无数办法也没能把那块巨石机关毁掉。而且这里的地表也都很坚固，钻洞什么的不但不可行，也怕地下宝藏被海水淹没了。所以不能使用哦，好吧，怕洞会塌了。传说这块巨石集合2000个海贼的力量都不足以推动，有没有试过2001个海贼？所以到头来只能愤懑地放弃那些宝藏了。没用的家伙们，海贼都是力量不过五的渣渣。哦，上帝创造了连自己都举不起来的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吗？真可笑。按你的说法，最好最保险的方法还是用蛮力推开那个大石头咯。是的，想办法弄开这个石头吧，妹红，你不是有的是力气吗？只要能推开这个机关，海贼的宝藏就都是我们的了。看你那副贪财样，有空的话挑战一下就是了。喂，可以挑战存档，居然。喂，挑战麻烦的机关，大家一起出力试试，把这石头推开吧。那么娇嫩的我，一边给大家加油好了。你也给我上，推开石头宝藏，按出力多少分配，算我一个。喂，推开了吗？不行。哦，纹丝不动。我已经累趴了。累趴趴了。这样的力量还不够吗？看来还要积蓄更强的力量啊。哦，居然魅红啪啪弗兰，啪啪是谁啊？雷帝，再加这几个，好，要换人。哇，这样要再走一趟哦，烦。那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吗？船里面没东西就对了。啪啪是谁啊？哇，这边不能去那个，很多好东西哦。好，哇，换人再来一次。啪啪弗兰，啪啪弗兰是谁啊？啪啪弗兰是弗兰，啪啪到底是谁？
可是我要拍照欸。啊，算了算了，我去再换人。我想拍照啊。喂喂，怎么又是美丽？哦，编程。嗯哼，不然啪啪不知道是谁，还是啪啪弗兰，雷帝。哎，我自己查，做个狂暴药剂，他是要力量值够吗？是怎样啊？查一下啊、哦，那个地方叫什么？东方年代记，海贼石头，好，就查这样。哎、欸，不是这个、啊。海贼，石头，哦，8.5，貌似8.5有宝藏。啊，关于在哪，我什么都没说，就那点破玩意儿，东西太多，捡到手软。啊，有了份上。哦，六个人力量之和大于1万啊。好的，所以不是人物的关系，是力量和大于1万，干1万欸，我不可能有吧？颜值，看一下，加一下，1900，不要算你了，这样4000，5500，啊，才5500嘞。咦？哦，5500，连值3000，这样是多少？5500加3100，8600，我要再一个1400左右的。谁呀、啊？谁？邮箱有吗？哦，只能一个。啊，邮箱换掉，我永灵也不行。干，好烦哦，机器人嘞、欸。机器人，哦，2193，可以了 ，Go Go Go！ 反正就凑10000力量嘛。哎、欸，哪一个啊？这个？啊？什么 ？GACHIGSM 是什么？喂，啊，换人，哇，我也不能换，哎呀，烦，弹幕，啊，没有南瓜炮，不可以换掉，六个人加起来10000。没有入20那个坑，是是不正确。好吧，我这个是二周目啊，第二轮而已。105都没玩完啊，哎呦呦，玩完半趟。哦，可以开了吧？开。哦，20那有可能应该不会玩吧？教练的我在一边给大家加油好了。哦，对。开了吗？开！哦，有，推开了，终于把那个大石头推进海里去了，真是卖力气啊你！有宝藏在前面，就算是我也会转换成暴窃的力量形态。靠，力量才140几耶！不管怎么说，大堆的宝藏就在前方了，心动不如行动。那我们畅快的做一次宝物猎人吧，走啦！真是够兴奋的呢！可恶，什么都没有啊！刚哦，要下去。哦，超多，遍地宝箱。为什么要放青蛙？不要放青蛙吓人！这才是我梦寐以求的宝藏之地的真实风景。
好开心，一个不漏宝箱里的好东西都要卷走哦。嗯，明白了。不过这隐藏之地除了无数宝箱的堆积，真的没有什么其他意义了吗？或许也有蕴含着什么生意，就算有生意也无所谓。那些所谓的生意，就算是作为局外人的我们，也永远我们永远也无法理解的羁绊的意义也无所谓。可恶，一堆青蛙，管它是什么，现在开宝箱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走吧。嗯，哦，先存档再开，我觉得有阴谋。开珍珠，烂东西。开金矿石，还是烂东西。好吧，满地烂东西。轻松开价。啊，哦，九珍熟和果还可以，4500。熟和果，矿石，哦，蔷薇特产调味料，鲜草莓，喂，哦，这个也可以开哦。哦，金矿石，银矿石，金矿石，金矿石，彩虹石，丝绸，矿石。啊，第二垃圾啊，万想花，金矿石，金结晶，金矿石，哇，怎么一堆金矿石啊？银矿石1000块，天然气，繁荣，金矿石，1355，啊，可爱缎带，哇，有19000，仙人球，礁石。金角鱼，哇，4500，银矿石，金矿石，哦，宝石银染，金矿石，4500，1000，啊，好像没有很好。第一次开宝箱开得这么累，可可粉，神秘水晶，礁石，止痛剂，防爆头盔，天然气。1000，丝绸装备啊，牧童鲜花，傻眼，银玫瑰，一支香花开，开了，好吧，也没有很好啊，啊，金翅饭团嘞，傻眼，居然连饭团都有，会不会放到坏掉啊？巧克力，玉石英，好烂哦，真的有够烂，就只有那个熟和果跟特产调味料好一点。石黑曜石，肉放那么久不会坏吗？肉矿石，矿石，哦，葡萄酒，好吧，就只有这三个好一点。啊，不，喂，没了，没了吧，没了吧？那出去会被打劫吗？没了，没了，没了。为什么中间有一块黑黑的，完全没走？好吧，不止一块。啊，不把它扫光了，应该没了。哦，出去。就这样，哇，就把我们换回来。哦，圣灵丸 Nex 注入了我们思念的船，老船，老船，不要沉掉就。